今天全国都在关注发生在台东部落的这一起毒粽子的事件，夺走三条命，怎么会这么诡异？83岁的妇人吃下了包裹瓜牛、竹笋、猪肉跟小米粉的粽子，结果丧命。没想到族人前来吊唁守灵，吃了同样的粽子，又两个人没命。第一时间大家研判可能是粽叶残留了农药，所以导致。没想到化验出来完了，真的是剧毒的农药成分，但问题是粽叶没问题，瓜牛也没问题，农药成分怎么会进到了粽子里去？谁让它放进去的？现在要查哪一个环节背后有没有人为下毒的可能呢？对，就像说从昨天开始的，大家的关注度都在台东县这个地方。台东县那个阿嬷，她竟然是傍晚的时候呢，开始身体不舒服，然后晚上人就走了。走了之后呢，好，大家就到她家里去吊唁。去吊唁之后呢，哎，就是把这些该干嘛弄完之后呢，哎。看到说还有这些阿伯，阿伯是什么？就是这一种他们当地很流行的这种小米粽，然后就吃了，吃了之后呢，集体中毒，砰砰砰砰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全部都送进去。到目前为止哦，已经夺走三条人命了，而且还有12个人是集体中毒。那大家就想一件事情说，说这个阿伯是他们几乎是常常在吃、每天在吃的东西，难道有什么样不干净的一个食材吗？第一时间竟然是有一个人被警方给带走。这个人被带走的原因是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小米粽阿伯里面呢有放瓜牛，所以呢大家第一时间想说会不会是瓜牛有问题，然后就想说阿嬷的瓜牛哪来的，竟然是一个族人，就说我在我的农地这边弄一弄之后呢，把这个瓜牛拿过去给他，所以大家就想说应该是瓜牛有问题。好，查了半天，现在竟然是瓜牛没有问题。那瓜牛没有问题这件事情，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啦。你想想看啦，阿嬷吃了之后有问题，然后呢，其他的族人吃了之后也有问题，而且呢，他们都有中毒的反应。什么叫中毒的反应？你知道这些患者哦，全身发抖，失去意识，一直冒汗，口鼻的分泌物非常非常的多，然后呢，身上散发疑似农药的奇特的气味，所以大家就觉得说，这会不会跟农药有关系？好。忙了一天一夜，今天来讲的话，今天卫福部终于出来讲清楚了，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你们怀疑的瓜牛没事，那叶子也没事，那剩下的会有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内腺，可是内腺他们验出来一个什么东西，非常非常毒的土壤的农药，它不是打在一般的叶子里面，它是打在土壤里面的，它让土壤里面的细菌、土壤里面的害虫死掉，这个叫什么？叫托福松。对，这个有机磷托福松，其实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不是喷洒在一般的叶子上面，它是打在这个土壤上面的，所以呢，它的毒性非常的强。那我问你，应该是打到泥土里非常臭的这个农药的一种，对，它不应该出现在粽子里。我刚提到了，你知道粽子有什么？有瓜牛还它清白了，有包粽子的叶子我们也还它清白，还有竹笋跟猪肉跟小米粉，有没有可能来自于这些地方？不对啊，因为你打在泥土里的农药怎么可能出现在猪肉里？对，这个重点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案子这么难查。如果是瓜牛，瓜牛是谁？族人已经举手，瓜牛都要上阿嬷呀。对，那如果是叶子，谁去采的？他们家的人去采的。是，所以如果是瓜牛，如果是叶子，那就中了嘛，对不对？问题是特别，我们看这个老婆说阿柏是什么样一个东西呢？他这个肉粽了，小米肉粽，阿柏里面呢是里面可以用什么把内馅用食用的叶子包着，再用月桃叶来外包煮熟。好，内馅的重点就是你打到什么就吃什么，所以呢，我们刚才不是讲到瓜牛吗？有人送瓜牛就把它丢进去，把它弄，然后呢，有其他的笋子我就把它弄进去，那这样子就复杂了。因为如果你是瓜牛，你可以只生，你可以找到人；如果你是外面的叶子，你可以找到人。那个内馅大家就搞不清楚了。更离奇的一件事情是说，你找到的托福松，它是在往土壤里面的，那难道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，会跑到内馅里面呢？只有一个可能，现在检调已经进去查了，因为前方是卫福部的事情，卫福部已经验出托福松了。那为什么现在检调要进去？你如何让土壤里面的毒物变到内馅里面？如果没有一个人人为把它加工，或者是把它做一些处理的话，它是不会跑到阿嬷的阿伯里面，不会跑到这个内馅里面的话，大家怎么会吃得到？更离奇的一件事情哦，阿嬷其实他吃下去之后呢，他旁边有个小狗，他是有分一块给他的哦。可是大家回头去看的时候，哇，阿嬷走了，小狗却是活的，所以呢，这件事情就更离奇了。难道是小狗吃的那一块没有问题吗？那如果小狗吃的那块没有问题，那不就太针对性了？对，如果小狗吃的那一块没有问题，那就可以有两个可能。第一个就是特定的粽子是有问题的，而小狗吃到那一块是没有问题的，或者是它的毒量是不平均的。那这个东西来讲，就不是在一个自然的环境之下出现的，那
回头去想，难道真的有人要来下毒吗？你这样让我想起了，哎，几个月前，半年时间过好快，宝林茶室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全盘的轮廓，宝林茶室都很难查，被形容说这件事情可能比宝林更难查。哎，瓜牛，哎，对，瓜牛这件事情，大家就想到说，瓜牛能吃吗？瓜牛能吃，但瓜牛吃坏了会灭门呢。对，我们来讲一件事情，宝林茶室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这件事已经查不下去了，已经变成悬案了。因为当初来讲宝林茶室的话，其实剪掉是非常有信心的。你宝林茶室能出问题的在哪个地方？第一个就是你的龟屌，就是你的原料有问题，或者是你的厨房有问题嘛。所以呢，你把它这个东西把它给巩固住之后，应该就没有太多的一个意外。但是呢，你看查到现在来讲，你查得了下查得下去吗？已经查不下去了。但是大家来讲说，这个事情可能比宝林茶室更难查，因为宝林茶室只有厨房跟食料这个地方来讲，你根本不知道那些内线开放式的野外，对，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进来的。而且呢，在身上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，宝林茶室还有监视器，因为它在五星级饭店里面，身上没有监视器。好，你讲到瓜牛能不能吃，当然有些料理是可以吃瓜牛啦，可是你知道吗，大家餐桌上面的金兰酱油以前发生过一个跟瓜牛有关系的灭门案件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的第二代在1985年的时候，他的第二代负责人邱忠贵，他那个时候呢，有朋友告诉他一件事情，说吼，你吃瓜牛可以养生，可是你不是随便吃瓜牛，你要去找什么非洲大瓜牛来养，不是说你抓到你就来吃，你要去养这个非洲大瓜牛。你要怎么养呢？你要用生菜叶子青菜去喂食它，而且呢，你喂到什么时候呢？你要喂到它排出绿色的大便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它身上的毒气、身上的一些土气全部都已经不见了，只剩下什么？你喂食的这个青菜叶。所以当它排出绿色的大便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把瓜牛拿来做什么？瓜牛沙西米。生吃啊，沙西米，没错，生吃瓜牛，而且呢，而且他这二代的负责人呢，就中秋鬼，他不是自己吃哦，他还给他的家人吃，给他的小孩吃哦，然后大家都中毒了，然后其中还有一个司机，大家想司机关你什么事？原来他对员工很好，他就想说，哎，我终于把这个非洲大瓜牛养出，他有排出绿色的大便之后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他的毒气都不见了，所以呢，连司机也叫来吃，吃下去之后呢，里面有什么？里面有广东的注血线虫，这个东西你要去煮都不一定可以把它消灭掉，更何况你吃瓜牛沙西米生吃，生吃下去之后呢，它在你的体内不会让你马上发病，可是呢，它会慢慢的找，慢慢的找，它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哪里？大脑，你经过大脑之后呢，你就会发病了。所以呢，最后呢，这个负责人死掉了，然后呢，他的长子也死掉了，次子呢，其实昏迷了十多年才死掉了。可所以真的，你随便吃或者是没吃醉瓜牛的话，可能会造成灭门的血案。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，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，真的无限感激。我要跟大家瞪眼看。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，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五七报新闻，俊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